老师必须要有励志能力，激发学生愿意往前冲的这样热情。因为所谓教育，教育的本质呢，其实不是你往学生头脑中间去灌输东西，因为你灌东西，这个学生如果他不愿意接受的话，那是没有用的。教育的本质是从学生内心把一个人想要学的那种热情，那种感觉给激发出来，就自己去主动的追求。